中梅，眷念祖国的情绪。郭沫若。啊，我年轻的女郎，我不辜负你的殷勤，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。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。啊，我年轻的女郎，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，你该不嫌我黑奴鲁莽，要我这黑奴的胸中才有火一样的心肠。啊，我年轻的女郎，我想我的前身原本是有用的栋梁，我活埋在地底多年，到今朝总得重见天光。啊，我年轻的女郎，我自从重见天光，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，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。1920年1、2月间，作。炉中梅，眷念祖国的情绪。郭沫若。啊，我年轻的女郎，我不辜负你的殷勤，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。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。啊，我年轻的女郎，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，你该不嫌我黑奴鲁莽，要我这黑奴的胸中才有火一样的心肠。啊，
我年轻的女郎，我想我的前身原本是有用的栋梁，我活埋在地底多年，到今朝总得重见天光。啊，我年轻的女郎，我自从重见天光，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，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。1920年1、2月间，作。